的泪不止一次在这黑夜为你流，一想你我的心就像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，所有的痛只有自己默默承受，不知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受。你说你再次爱我，爱我到永久，为何你总是一去默默不再回头，留下我在这循环中独自奢求。我的你还真得有个心理准备。从一帆目前这种状况看呢，他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你说刚才啊，你就喂他一碗饭就受不了了，那怎么行啊？你把他从医院接回家来，你不就是为了好好照顾他吗？啊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你就不耐烦了？那往后日子怎么过？嗯，你别看一帆不会说话，他心里什么都明白。你刚才没看见呢？他自己难过的都掉泪了。你们是夫妻，你得对他温柔一点。嗯，妈，嗯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我自己错了，还不行吗？怪只能怪我自己命不好，碰上这种倒霉的事情。那个小妖精，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哎，越说越没谱了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当老师的，说话得有分寸。别跟个小泼妇似的，张嘴闭嘴的骂人。就是想不通，我恨他，恨他，我恨死他！别难过，别难过，嗯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喂，刘主任你好，真的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放心，我一直在写，不会耽误的。嗯，对，我完全是按照杨老师的风格写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再见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哎，玉梅。喂，大嫂你好，我是苏苏。苏苏啊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。刚才电台的刘主任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明天杨老师的小说准备开播了。是吗？太好了。
谢谢你，苏苏啊。不客气。大嫂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啊，店里的事儿。一帆，大嫂告诉你，你的小说明天就要在交通台播出了。一帆，你能听见吗？嫂啊，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呀。你为大嫂做的一切，大嫂都明白。大嫂对不起你啊，大嫂谢谢你。一帆，你快点好起来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好起来呀，一帆。嗯，大嫂谢谢你。我要报答你，你知道吗，一帆？快点好啊，快点吧！哎呀，大嫂受不了啊，一帆。怎么样？玉梅，啊，妈，是怎么了？啊？我看一帆这样，我心里难过。哎呀，这都是命啊！我也不知道我前世造了什么孽。妈，您别这么想。人们常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不是你造的孽，别这么想啊，妈。忙了一天了，去歇会儿去吧。妈，我不累，去歇会儿去。哦，去去。哎呀，我在这盯着呢。好，妈，那我去了啊。一帆啊，怎么了，一帆？啊，怎么了？飞你来干什么？看笑话呀？我来看看妈。妈，来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吗？死不了，活受罪，真虚。好不好的，用你现在来瞎操心吗？菲菲，你别生气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向杨一帆道歉还不行吗？从小啊。就因为你身体不好，我老宠着你，惯着你。不管家里有什么事，我都让子华、菲菲让着你。我就没想到啊，我宠来宠去，宠出个白眼狼啊！我可后悔了，我。妈，那个菲菲，这是10000块钱，你们先用着，如果不过的话，我再给你们送。谁稀罕？拿回去！别以为你们有点臭钱就可以随心所欲，叶子斌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给我们100万，我都不会认你这个哥。你既然说了这份上，那我也把话挑明了。
当初要不是杨一帆在报纸上写那个狗屁文章骂我，我会找他吵架吗？再说了，吵架无好话，打架无好拳，那他不是也骂我了吗？你还是走吧，一帆他不愿意见到你。大嫂，你其实误会了，一帆他这种反应，他可能是高兴，也许可能是想跟人打招呼，他是往好的方面发展。叶子冰，做人要厚道，昧着良心做人是要遭报应的。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想给你们帮忙的。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跟我说，无论我在哪儿，我都会过来。别说了，你给叶家带来的灾难是用钱能偿还的吗？你就是还一辈子，搭上你的命都偿还不了，知道吗？妈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个没人性的东西。菲菲，一帆刚才是怎么了？一帆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大喊大叫，急得直翻白眼，这刚换上的衣服全湿了。今天白天他们单位来人，他没这么反应强烈呀，他挺平静的。我怀疑是不是叶子斌做了伤害一帆的事。不行，我找他们问问去。我又要说你了，你怎么能这么想你二哥呢？啊，你二哥他再坏，他也坏不到害自己的亲妹夫啊。他是你亲哥哥。妈，有些事儿不是一个亲字就可以一笔勾销的。大嫂说的对。妈，您别把他想的那么好。如果他真的顾及亲情的话，就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起事端了，对吧？我就生了你们仨孩子，子华走了，剩你们兄妹两个。哎呀，我满心希望你们俩呀好好相处，互相有个照应。我就没想到你们兄妹俩怎么弄得跟仇人似的。我，哎呀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啊？妈，您别这么想。我们大家都在关心着你。你大孙子吵吵昨天还来电话，他还在喂奶奶，问奶奶的身体。他想打出个好成绩，打出个冠军来，让奶奶高兴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这么想啊。是啊，妈，你别难过了。你看，我们都会孝顺您的。不是孝顺我，我是希望你们兄妹搞好关系。这条船的底板是没有问题的，邱师傅说了，把船帮呢修一下，再把机器换成新的，开起来啊就跟新的一样。反正要沉了，还管它什么新的旧的。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。怕啥呀？谁知道我在说什么？还是注意点好吗？怎么又不舒服了？他也跟你说话呢。听着呢。你看刚才那条船怎么样啊？还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啊？相当不错了，殷总说了，他那边关节已经打通好了，等咱们过几天啊，把这个购船合同一签，就准备整修。看来这桩大买卖是十拿九稳了。船修好以后啊，先别急着把它沉了，要看准机会。你真不是做大事的人，前怕狼后怕虎。平时不是挺会做表面文章的吗？怎么这一次在用钱方面这么马虎？
我跟你说啊，船修好以后，你得让他先跑几趟运输，让别人知道买这个船是用来运货的，这叫遮人耳目，知道吗？说的有道理。喂，哦，殷总啊，别急，马上就到。哎呦，你一百个放心吧，我们刚刚去看过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好的，一会儿见啊。殷总说在酒店等我们。来，快点，快快。师傅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个船要拆吗？是啊。看着挺新的呀，拆了多可惜啊。人家船主让拆咱就拆呗，再说把旧的一换就跟新的一样。哎，快点那边。哦，哎，他们为什么花钱买这种旧船？是不是特便宜？嗯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你不懂，现在买旧船呢比买新船的多，只要船底跟船帮没换，把机器一换就跟新的一样。哎，你知道买船的是哪家公司吗？听说是安泰公司。谢谢你哈。不用。哎，快点啊！哎，什么？出车祸了？哦，不是你出车祸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好好好好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驾驶员说车堵在东方路了，那块出了车祸过不来，还是你们先走吧。那我送一下殷总吧。啊，那哪行啊，我在这儿喝杯咖啡，等他一会儿就来了。要等到猴年马月呀。不好意思，那还是你们，那就送一下吧。那真不好意思，方总，那就谢谢你了。看你说的，我给你当司机啊是我的荣幸。叶总，那这件事情就说定了，有我吃的就有你喝的，我们合作争取抱个大金毛。好好好。那你怎么办啊？全员送了。好好，再见啊。慢点啊。哎，叶总，您回公司还是回家？送我回家。走吧，我的车在后边。好。擦擦眼泪，不哭，一凡，咱们身体养好了啊，咱一天多吃几顿。哎，好孩子，真乖。妈去给开门啊，等着妈妈啊，顾大伯来了。有的这是怎？别急别急啊，我来我来。一凡呐，你是不是想小便呢？快快拿那个，拿那个什么接便接便器。
飞，撒吧。看看，我来的及时吧？哎呀，还得你来呀！我怎么跟你在一起就有那种想法呢？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说话都不算话。怎么了？你上次不是跟我说吗？有一单生意让我入股，20天以后给我分红。我现在怎么一分钱都没见到啊？都1个多月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事儿我确实给忘了。不过钱没问题啊。你看，我这有10000块钱现金，其他那4万我给你写张支票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干嘛？哎呦！我不习惯在车上大白天的。你不是要浪漫吗？哎呀，现在啊，很多欧洲人都在车里浪漫。我今天跟你好好浪漫浪漫啊！来，来，哎呀，哎呀！现在开始播送长篇小说《车祸发生之后》。作者郑岩，来一只。我不要。在一个初夏，天正下了瓢泼大雨，风在呼呼地刮着。陈耀明骑着自行车，顶着风雨，艰难地在路上朝前行进着。他要赶到医院，因为他刚接到一个电话，怀孕的妻子已经临盆，马上就要生。风雨中，陈耀明奋力地蹬了自行车，他满脑袋里想着妻子以及快要出世的孩子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死神正一步步地向他逼近。突然间，在同一个方向，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快速地向他驶来。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声，陈耀明倒在了血。意想不到的是，驾驶这辆黑色小轿车的人竟是陈耀明的弟弟陈耀亮。怎么了你？这小说天空响雷，写的太真实了，就跟真的一样，吓死我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小说是小说，也不是真的啊。哎呀，我都睡着了，你把我都吓死。老谷啊，出来吃饭吧。刚刚睡着。哎，一帆呐，从医院回家这几天不是吗？气色好多了，你瞧见没有？怎么了？嗯？这两天啊。菲菲动不动就哭，动不动就哭，我就怕她熬不住。哎呀，孩子啊，心里头有点事儿，他憋得很，就叫他发泄发泄。哎，让他哭一哭还好呢，没说吗？人一天要哭他一回的话，不是吗？对身体有好处。昨天啊。子斌过来看我，这兄妹俩又吵起来了。哎呀，可以理解呀、啊。你说啊，年纪轻轻的得了这么个病，放到谁那谁也受不了啊，是不是？小姐，这事儿啊，别着急啊，咱们再跟他好好谈谈，开导开导他。我谈了。这菲菲不是个听人劝的孩子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咱们现在呀、啊，只能是多帮助菲菲一点了。苦了我的菲菲了，老郭，你说这小杨要真好不了，
这落个残疾什么的，这往后日子怎么过呀？跟你说啊，我看呢，一凡现在这个样子，哎，逐渐恢复是有希望的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，咱们走一步看一步，是不是？先把那个老中医的药吃了，看看效果怎么样，然后给他做一个全身的按摩，哎，活动活动他的肌肉，不然的话，他全身肌肉就会萎缩的，知道吗？说这个老二两口子真够可疑的，这家里都忙成这样了，也不说过来关照关照。不怪我菲菲生气，我跟你说，我都生气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呀，就更别操心了。我不是没跟你说过吧？啊，老二现在这个样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现在这个样子和他的媳妇儿是有直接关系的，知不知道？你这个小儿媳妇儿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这时，天空响了一声惊雷，一道闪电划过。躺在地上的陈耀明拖着浑身是血的身体向前慢慢地爬着，他对着开过去的肇事轿车无力地喊着：“救救救我，救救我！”陈耀亮将车停在不远处，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往出事。陈耀亮心头一急，他想掉头把伤者送到医院，但是很快闪过一丝侥幸的心理，他还是把车开走。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被撞的人竟是他的亲哥哥陈耀明。什么人？叶总，你怎么了？叶总，到了。到家了，叶总。哎，叶总，您去哪呀？家在这边吗？哦，你先回去吧。麻烦您把支票上的钱啊存到这卡上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街上呢。赶紧回来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回来再说吧，啊，快点。手续都办好了，请您拿好。谢谢啊。像只瘟鸡似的，谁又惹你了？你知道吗？杨一凡写了一篇小说，正在交通台播出，写的就是撞老大的事儿。我听到了，小说写的不错，非常有感染力。不得不承认呢，你这个妹夫啊，果真有料。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他写的情景跟当天晚上一模一样。我还
还以为卢良友派人来暗杀你呢，原来就这么点破事儿，把你吓成这个样子。你不觉得这事很严重吗？严重什么呀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？又不是公安局的逮捕令，神经过敏。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？杨玉芬她肯定知道当时的情景了。知道又怎么样啊？这能说明什么问题？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他写的真的，那毕竟是小说，是不能拿来做法律依据的。你不想想，如果杨一帆真的有证据抓在手里，以他的性格，他能等到现在不去告发你？这很多作家都是凭着想象，把没有的事儿呢胡编乱造的写出来。如果公安机关能凭着小说去断案，那会出现多少冤案？你真的是得了恐慌症。你不知道，有人给家里打电话，把我们家当成了殡仪馆，还有人在请柬上把我的殡写成了殡仪馆的殡，我就觉得是不祥之兆。看来我真是在劫难逃了。没影的事儿，不要去想那么多啊！所谓疑心生暗鬼，这暗鬼啊会把自己吓着的。我现在真的比死了还难受，知道吗？什么话呀！像你这个样子，那些杀人越货的不活了。去洗个澡，睡个觉，醒来以后啊，又是一个生意场上精明果敢的叶总。现在呀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只要有钱就有一切。就是你撞见了阎王老子，他也会管你叫爷的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头疼得很。你是在跟我过不去呢，还是跟自己过不去啊？你真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。小平，我敢肯定，杨一帆他肯定知道我们的事情，难怪在医院还有在我妈家，他看到我都会怪叫不止的。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啊？杨一帆都这副德行了，他还翻得了身呀？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把过去的好事坏事通通的忘掉，只有这样，你叶子斌才能活下去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去自首，你去坐牢吧。师傅，麻烦您快点开，我要迟到了。车祸，怕迟到就早点出门。作者：郑岩。在一个初夏的夜晚，天正下了瓢泼大雨，风在呼呼地刮着。陈耀明骑着自行车顶着风雨，艰难地在路上朝前行进着。他要赶到医院，因为他刚接到一个电话，怀孕的妻子已经临盆，马上就要生产。风雨中，陈耀明奋力地蹬了自行车，他满脑袋里想着妻子以及快要出世的孩子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死神正一步步地向他逼近。突然间，在同一个方向，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快速地向他驶来。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声，陈耀明倒在了血泊之中。意想不到的是，驾驶这辆黑色小轿车的人，竟是陈耀明的弟弟陈耀亮。师傅，麻烦您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一点。这时天空听到了吗？现在的车祸多如牛毛，连弟弟撞着自己亲哥哥后还逃了现场的事儿都有，你还叫我快点，悬啊！他对着开过去的肇事轿车无力的喊。长篇小说《车祸发生之后》，作者郑岩。喂，郑岩是不是您？是我，怎么着？郑岩，难道这篇小说是一帆写的？不可能，一帆这个样子还怎么写小说呢？不可能是一帆。
上眼里有其人，会不会是苏苏？大嫂要是听到这篇小说会有什么反应？昨天我跟苏苏谈了很久，搞清楚了许多以前搞不清楚的事儿。相信大嫂，一凡和苏苏啊真是工作上的关系，其他都是误会。大嫂是不是已经知道什么了？喂，大嫂啊，我是菲菲，你能不能马上到我们家来一趟？好，那就这样。大嫂，嗯，交通台播送的长篇小说《车祸发生之后》，您听过吗？什么小说啊？你大嫂我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听小说啊？您知道吗？我去交通台打听过，小说的作者郑岩就是一帆。郑岩？哎呀，那一帆呢，本来就会写东西，那写个小说有什么稀奇的啊？可是小说里写的事情跟大哥那件事一样，而且点名了，肇事者就是当事人的弟弟。那是虚构的。不对，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。别瞎猜。大嫂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其实一直以来我心里都有疑问。不行，我要去找苏苏，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菲菲，冷静一点，你不能去，听我的好吗？大嫂，你明明知道真相，对吗？你是知道真相的，对吗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？大嫂，菲菲啊，一凡小说里写的事都是真实的事情。小说里的当事人陈耀明就是你的大哥叶子华，肇事者就是你的二哥叶子斌。本来我想瞒下去的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我就不瞒了。菲菲，这就是天意呀。大嫂，大嫂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一切都告诉了菲菲，菲菲想看一看一帆的手稿。好，过来坐吧。谢谢啊。
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，太可怕了！大嫂，大嫂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菲菲，别难过，这是叶子斌给我们造成一场大灾难，他是逃不掉的。叶家竟然出来这种禽兽！不行，我要到公安局去，我要去告发他，我要他蹲监狱。菲菲，你别来，菲菲，别来，别来，我停。不行，你不能太冲动了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待这样没有人性的人，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宽容？菲菲姐，你听我说，杨老师之所以知道真相以后没告诉你们，就是怕你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他想用广播的形式来让叶子斌自首。现在你知道了杨老师的用心良苦了吧？我知道了，我对不起一凡。一凡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菲菲，菲菲，别太难过了。这件事儿千万要保密，千万千万不能让咱妈知道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是谁？